白俄罗斯是位于东欧的内陆国家，当地有最丰富的两大资源，一是水资源，白俄罗斯有万湖之国美誉，二就是泛滥成灾的美女，可谓是羡煞旁人的资源。白俄罗斯美女虽多，但外流现象严重，因此总统卢卡申科亲自下令限制美女出口，但新的问题出现了，美女不能出口，使得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所以白俄罗斯向中国男士抛出橄榄枝，趁在他们国家娶媳妇不要房子车子，还有优惠的创业政策。